迄阵时我七十八岁，虽然过身了后，就剩我一个人。我跟我的囝阿娃的感情不是真好，剩我一个人的时阵，我无搬过去跟伊人做阵徛。我真疼我的大伯孙永杰，今年十岁，伊也亲我，特别我还是无搬过去。到底我跟我的囝发生了什么代志？十年前，伊的某大腹肚了，伊爸愈加高兴。伊讲伊毋是野后生，无受何人见笑，无受车酒。我安尼老了，天公伯送我一个大伯孙，根本是一件真正欢喜的代志。我是无可能就安尼放煞。我人想骂了真久，我就是无明白，做咩爱甲个人作对？到尾伊喊伊借本无车，就安尼交因了。这件代志啊，我真正生气，我怕算原谅伊。永杰睡了，哦，哎，永杰，你上次考试第几名啊？公公忘记了，想听你再讲一次吗？你考第二名将班赖啊，班上有几个人啊？你什么时候要来阿公家吃饭啊？阿公刚才煎了一条鱼，你不是最喜欢吃鱼的吗？
唔知是唔是真好食太多，医生讲我有淡薄中风，第一号有出来人照顾，若是无看好势啊，手要真多。迄狗唔知有代志无？我应该去饲猫的。头先我讲过，我跟阿歪感情唔是真好，所以我家己去住老人院。在老人院日子内面，我看到迄刀哦，唔是我受的安尼惨，唔是使我老人在迄刀等死，伊人活个比我受的更加开心。东风，东风，风啊！搞错，有事啊！哎呦，大三年啦！哇，搬到这啊！而家系东风喎、啊，你打东，你识唔识打噶、啊？我都话啦，我一个可以打两个啦，我哋可以打三人麻雀啊，使咩搵你打四人麻雀啊？混吉嘅，屌，几多番你都未曾识计，还讲一个打两个，哎。过唔多，门户啊，过水过水，你啊，4788，搭住啦。你1766，你先，记住。系你新人，门户382啦。咁多啊，多啦。哎呀，之前我哋三个人都可以打三人麻雀噶嘛，你叫佢入嚟打四人麻雀，净系佢打俾你食糊。阿伯爷今日嘅牌风几够顺啊！你哋讲运气，讲技术。哎呀，下巴都跟唔上我啦！想当年啊，我一个人打两个啊，甚至啊，我同时打十个都得啊。咩十个啊？而家我哋四个人打麻雀啫嘛。你识啲咩啦？想当年我一坐低就打麻雀啫，氹氹转啊，围满晒嗰啲人啊，我净系靠冚住个牌啊，都打到佢哋一扑一碌啊。哎呀，打三卡麻雀。三張台都係九個人，如果打四卡麻雀，兩張台就八個人。你講到咁多嘢，你識唔識啊？三三四有冇聽過啊？打足球都有三三四啦嘛，何況係打麻雀？你喺度吹水啦，萬幾日啦，靠摸邊個都識啦，我都識啊，四萬，靚仔。大石屙尿有冇见过啊？都冇见过大场面，同你哋讲个嘥鬼气。洗牌啦，咁多口水。洗牌啦。哎呀！相入边系你个仔哦，佢好得意啊，大个咗一定好靓仔。佢喺边度做工啊？吉林波。我都有个仔，佢结咗婚。我个女咧就喺英国做工，佢大女世界咯。佢同佢嘅老公住喺英国，好少翻嚟。我仲有个孙仔叫容姐，今年10岁，佢好得意噶。下次我攞佢哋嘅相俾你睇好吗？讲唔出啦，哦，冇伤心冇伤心，慢慢嚟慢慢嚟，下次先。
嗱，星眼佬，擘大隻雙眼睇下啦。舊時啊，阿叔打麻雀啊，就係咁嘅款啦，夠威味。妖，捉棋先係一對一嘛，而且啲棋子得32粒，楚河漢界兩相對，你望我望你，有咩意思啊？打麻雀咁痛喎，麻雀144粒，東南西北風，就好似水滸傳啊，108條好漢，條條都有唔同個性嘅，識唔識啊？懵佬，我睇你啊，睇水滸傳睇到short咗啊！麻雀都有個性，咁我問你啊，4粒紅中咪一樣？邊一隻有個性啊？你都冇俾心機嘅，俾啲心機啦，日日打，你就會慢慢知道邊一粒係大哥大，邊一粒係細佬，知唔知啊？傻嘢！好啦，唉，唔好嘈啦，我睇戲啊，聽都唔到，嘈死人啦你哋！我哋而家講緊打麻雀嘛，睇咩戲啊？我哋麻雀友個個都係好兄弟。我哋打感情牌噶嘛？打技術我就聽過，未聽過講打感情啊！咁啦，以前你贏我啲錢，冚唪唥俾翻我啦！屌，講咁多廢話，食你嘅打邊爐啦，食你嘅大頭菜啦！你入耳機啊！都話聽唔到啦，你哋唔好再嘈啦！呢個係我孫仔容子，今年4年級，佢好聰明啊！上次考試啊，佢仲攞咗第2名啊！佢好中意食我煎嘅魚啊，我抽不時煎俾佢食噶。呢個係我大仔阿華，啊，我個新抱。呢個係細女淑芳，啊，呢個係佢嘅老公。呢個係我老婆桂蘭。幾個月前過咗身，我同我仔嘅感情唔係咁好。以前啊，佢好反骨噶，好多嘢講都唔聽。佢同佢嘅老婆大咗肚子結婚，結婚嘅時候又冇擺酒，寧願自己喺出邊住，都唔會搬翻嚟一齊住。这段我哋憋两摆了，无法度啊！现在我你老了，讲几次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你76岁，无少讲话，我唔知伊是矮高啊，还是无少讲话。特别伊走路无方便，所以坐着轮椅，手举一条杯。特不斯都大手卡捧住头，桂兰未死之前，总会做我哋嘅中间人。依家冇咗中间人，我同佢都冇乜两句。以前后生嗰阵，搏命搵钱，以为老咗可以俾仔照顾，点知到老嗰阵又唔系咁样，所以就孤零零一个人入嚟老人。老人家的日子真爽，我给他做阵真好，但不时给他讲我的故事，讲我的母，我的囝，还有我的大母孙容姐，每次给他讲笑讲屁，我能够看到他的笑面，我是真正喜欢看到他的笑面，才给他讲话。一天我看到伊迄条被，被内边围出来人的相片，迄相片真旧，应该有30几年。有一摆我看到伊对着相片偷偷流目屎，可能是相片内人
发生虾米代志，唔知是唔是受到伊个爱人，可能跟我相款，有一段无人知个故事。进来，门没锁。爸爸，生日快乐！也是是我生日咩？是啊，等下就是你的生日。啊，你紧啊！我几号了？79号了，爸。哇，爱背定了哦。去上了。我生日迄天，我约伊出去。一开始，我人有淡薄歹势，后来伊应承了。我人无经过老人院的同意，就安尼偷偷出去了。讲一句无好听的话，会使讲是私奔。今日是我生日，我想请你陪我出去行下，好吗？我人去了真正侪所在，我人做阵只一根草。做阵看戏，我去了古早共过人去的所在，我人伫迄道散步，伊笑甲真开心。到尾，我人来到一间死袂衰的客栈，这道的灯真水，阁浪漫，真正久唔捌共查某。安尼了，讲真诶，我是有淡薄紧张。
伊起来的时阵，我已经无气了。我行到真安详，对伊来讲，可能是一个歹梦，因为伊家一个死人困了几暝。我有甲伊加毛巾，卖让我冷冷的身体感着伊。我安尼老了，搁有安尼快乐的最后一天，毋是虾米人本有的。迄天暗暝，我做了一个梦。这个梦像阿真的，我像阿假的。我梦到我甲桂兰去食阿华共修理的高烟酒，我人拿着酒杯对着孙满人敬酒，大发严声，饮到阿开心，饮到醉了，过了。今日真感谢大家来这请酒，今麦我来敬一杯酒给对神人。祝福人新婚快乐，喝一杯酒，饮酒饮大大，明年生人拍，呀！嘿！所谓好事成双，双双对对，一对新人荣华又富贵。今嘛第二杯酒。我唔知杨生即句话伫倒落来，特别有一件代志是真诶有发生。原来我有去啉阿华甲秀丽诶高烟酒，毋是我头先讲诶阿华伊无车酒，歹势欺骗了你人。我一开始就欺骗了你人，其实我根本无去老人院。我根本无捌着人，老人院的日子我拢唔知。头先我讲的代志，什么是我家己想出来的，什么是假的，哈咪本无，私奔嘛是无。叶桂兰，你的家人来了。
昨暝我做了一间奇怪梦。嗯？啥物梦哦？我梦到阿爸。阿爸？你叫我带游戏物件给伊。你讲遐几间房间有白色。袂怪啦，你硬死外买安尼纸的油擦。华，嗯，小火炉阿爸。